手左手往右这样子除，右手往上这样子抬，是这样的啊，兰花指都好看一点，胯呢往你的右侧这样子提出去，是这样的啊，痛痛这样提出去，再回来，手左手落下，右手伸出食指，左右中。
这样子点，这样子动动动，这样子指三次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子手指尖冲上就可以了，踏踏踏，继续手往斜侧方指出去，两条腿再分开，这样子跳着分开，从你的左侧从前面滑过来，滑到右侧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就九妹是这个手指过来的这个 pose 啊，像中间 C 位的它是这样子的，哎，这样子拿这个手有点像这样挡遮阳一样的这种感觉，这样子过来的。然后像其他成员呢，他们都有各自的 solo 动作，所以说这块这个动作你去看看一下，你喜欢具体哪个动作去做都可以啊。他每个人五个人的 pose 都不一样，所以这块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指过来之后往上伸，往上伸之后左手往上提腰的这个地方提过来啊，同时把你的左脚哎提上来。上面这个手往下拉，下面的这个手往上提，两手往中间汇合，同时把你的左脚拉过来，然后再提起来，是这样。继续往侧边这样子摆一下手，啪，站成这样，两个手这样分开的身体两侧，腿也是分开站，往左侧，哎，这样子提一个手往后压，左手先。同时你的右腿膝盖往里扣，重心往右偏，这样的感觉啊，左，继续右边同样的道理，右，这样子两下，继续把手啪往侧边一甩，走一走位置，调整一下位置，在最后一拍的时候有一个啪一个音效，自己卡住这个音效，做一个这种手的 solo 动作，碰这样指一下，这样让手好看一点就可以了，在头上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，啪指一下，接后面的动作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前面这个第一个八拍啊不是很难，也是他们 solo 的动作都比较多一些，我们来尝试跟下音乐。